我的两位老师给我推荐了有一个能够唱中文歌曲的机会，在北美非常非常的难得。中文的那个美跟那个韵真的是需要下很多功夫，对唱习惯西方歌剧的歌手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。水平自己觉得非常非常高，每个人的特色很不一样吧。